內地尋日新增32宗確診，本土病例佔5宗，包括江蘇2宗、遼寧、廣東和雲南各1宗，其餘27宗是境外輸入個案，包括雲南6宗、廣東5宗、上海和福建各4宗、內蒙古和湖南各2宗、天津、河南、四川和甘肅各1宗，沒有新增死亡個案，累計確診超過92000宗，而本港累計11975宗。